明灿呐，你小心啊，小心这个哦！哇，看不见都，放风筝，看一下，哇，呜，看他们两个人在那里说太阳晒，哈哈，嗯，戴眼镜了，哦，安子，来公园里面不就是晒的吗？哦，太瘦。正打针呢，草莓蜜。哎呦，那个爷爷还给我们吃冰激凌。明娜，你去哪呀？啊，감사합니다。감사합니다。기다려기다려기다려。Hello， 我是妙妙。Hello， 我是明娜。Hello， 我是明灿。Hello， 我是明娜的爸爸。那从这个星期开始，每个星期天都要去学习那个骑马，嗯，带他去学骑马，嗯，这个学骑马今天是第一次课，然后我们要大概要学10个星期，学到差不多6月末7月初结束，学到他们放假，嗯，对，还挺好的。米娜，啊，开不开心？很开心，非常开心。我们今天就是去第一节课，就是不是去骑马，就是他会给你讲一些安全知识，然后还要跟我们父母就是签一个合约，安全的那种合约，还要去给他弄一份保险。今天去的话就主要是听他稍微的讲一下细节吧，应该就是从下个星期开始真正的就骑马了。嗯，你是我的哥哥。我们现在到了，应该是在这里学吧。这个在我们家过了10分钟就到了。哇，还有一个小狗狗哎！啊，我너무귀엽지않아？真귀여운데？嗯，이게너무귀엽지않아？귀여운데？얘부개래，부개야얘。你小心啊，不让它咬你哎。얘부개야。부개？이름이부개야？嗯。好像一坨面包在那里。米娜在里面，那个老师在给他教讲一些什么安全的知识。明灿。马儿不罗嘎，好啊，那我们去看马，走。老师在里面，哎，这个小狗狗还跟着我们呢。这小狗狗真的好可爱啊！你不要摸它，我怕它咬你哎。你小心啊。这个狗在中国叫什么名字呀？韩国叫那个什么 Pudog， 活狗。中国叫什么名字呀？干嘛？哎，他这吃草啊！我儿子给他吃草，他真在这里吃草。他哦哟，马卡棒，马卡棒，马卡棒，棒。哦哦哦！앉아，앉아，棒棒。哦，对了，马卡앉아。哦，앉아。哦。马卡索，马卡索，哦，一撮索，棒，哎呦，太可心得了，哈哈哈哈。1个小时很快就结束了，对吧？对呀。我们刚刚在那里，孩子他们接受了教育，我们父母也接受了教育，说那个里面不能拍照，也不能拍视频，什么这个那个的。说十次以后，最后一次可以拍，他那个马受惊吓，所以我们每次来都只能在外面看一下，这样走对吗？